因为我们弟弟长大了，因为学校被赶出去了。为什么？经常不去上学。作为旁人，您就是不要评价。张兰造谣打 S 七，暴怒干花消费不停，打脸老布。全世界婚姻到最后啊，孤独不是啊，亲人不是，只剩下两个字，数字。前婆婆张兰昨和吴宗宪一起直播带货，没想到他又口出狂言，软爆料。我们这两天让我特别伤心的事情。好，什么？怎么？因为我们弟弟长大了，因为学校被赶出去了。为什么？经常不去上学。没人管。如果你这两个字不让你看，不可以唱。好了，我来安排了，好吧？好的。你拜托宪哥了，我不敢。大爆气发声明，家人在笑，适应良好，根本不存在被退学的谣言，请张兰停止造谣道歉。本人已向法院申请禁止令，制止张兰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行为。前夫王小飞也受不了劳部，也出来说话打脸啦。我的孩子是转学，转到了一个让他更喜欢的学校啊，只是更适合他的学校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希望他能在新的学校呢，健康的成长一个快乐的小孩儿，不要受这个外界的一些影响。相信我们作为父母，都是为了孩子好，都是为了孩子好，好吗？作为旁人，您就是不要评价和再一个说一些事情，好不好？